作业无边的，报必遂止。啊，善肯定有善善果，恶决定有恶报，因果同三世啊！啊，你真的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才真正了解人一生。决定占不到便宜，也决定吃不了亏。那为什么呢？果报同三世。啊，你这一生吃亏，来世补偿。啊，这一生占了便宜，来世去还债。杀人一定要偿命啊！欠债的一定要还钱啊！啊，我有钱被人骗。不要放在心上。如果是他的，大概是过去生中我骗了他，现在我还他，这账了了。如果不是的，啊，他来骗我，来生他还要还你，还你还要付上利息。真占不到啊！学佛觉悟了，明白了，跟从前不一样。啊，我欠别人的还了欢喜，别人欠我的不要了，我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不跟他搞讨债还债，在六道里头搞找这些麻烦事情，不要了。啊，你骗我去，我不要了。啊，我到极乐世界去。